1月10日广东深圳，据上游新闻报道，有网友爆料某公司高层在会上口头开除员工，称自己就是违法开除，没有补偿，没有书面通知。视频中一名疑似高管当众对一员工称，你愿意运用你的法律武器去仲裁也好，去哪告也好，公司辞退你，没有任何赔偿。员工质疑其没有通知时，高管态度强硬回复，我就是没有通知，我就是这样强行的辞退了，我就是违法了，你去告去吧。该高管还要求这名员工当晚就收拾东西离开，并取消其进入港区的权限及饭卡等。11日上午，视频中被辞退的员工李先生表示，事情发生在2022年国庆前，当年3月份，自己与两家劳务公司签了劳务派遣合同，到宝安综合港工作，由深圳联建建设集团派出人员进行管理。他后来提出劳动仲裁，想要回2000多元加班费及离职补偿金。2023年4月，索要加班费和离职补偿金的仲裁请求没能获得支持。记者联系联建建设集团以及相关劳务公司，均未得到回复。目前，记者已将相关线索提交给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工作人员表示将跟进调查。